有要叫我出来台钢琴一下。那各位家长、各位同学、各位老师，大家午安。那这算是我们古典这边成果发表会应该是第三次了吧？很高兴在这边，第四次了吗？哦，第一次啊！对啊，很高兴能在这边看到很多新的家长的面孔、新的同学，也很谢谢我们这边可以持续一直学习，到现在的同学。那同学们经过这几次就是持续性的这个表演演出的时候，我刚在后面看到他们，发现大家都好像不大紧张。每次上台之前最紧张好像可能都是我。我也不多说了，后面小朋友现在可能很急。那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来这边，然后观赏各个同学的演出。那待会如果说，小朋友如果太紧张的话，大家帮我们鼓掌，鼓大声一点，让他们这样子心情比较平复一点，好，谢谢。